不多就走。这个是往前面一点点。OK。正龙招，地位长招，配灵招，进阶招，线招，出招过六招。别哭闹，上一点点，往上一点点，往上一点点。
早。你要空调？有啊，决定了。睡觉啊？睡觉、啊。睡觉早。主人你早安。越好找。鱿鱼花一箱几公斤哦？十五公斤，一箱十五公斤。你方便找啊？阿姐跟我说四公斤，再往上一点。这个时间该我想想看，这个时间大雨啊，应该已经开了。然后蟾蜍、小虫应该也开了。那我弟应该还在开车。那因为他在后面睡觉，可以跟你聊一下天啊。那个阿姐和王姐都要谁开车？哎，对，三喜可以开车，他会开车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三喜他年轻的时候，会三把还要配车。那个他年轻的时候啊，是飙车族。啊，你不要看他这样，他年轻的时候很渣。他们三个都会开车呀、啊，他们三个都会开车。开学了，对不对？开学了，我们这些爸爸妈妈应该开心很多了。这些爸爸妈妈应该比较开心的，经历过两个月的很多人开学了，结果隔天又停课了，超多的。马上停课了？对啊，就又有人确诊了，又停三天了。他三天而已，至少接下来可以不用照顾小孩子啊。每天照顾小孩子很烦的。开弯啊，过弯。差死！搞死囡仔，那也先叫囡仔出来，还有个电视。啊！打拍来拍去，讲。
开学比较痛苦，就是你们要缴学宿舍费。不过我昨天好像看到，昨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，大城高中没办法开课，因为只有三个老师，没有老师要去。秀颖早，秀颖是不是有跟我问我什么？还是丽颖？啊，不是你，是丽颖。这里有两只昂肝哦，这里有两只昂肝，大只的。这个应该，我猜应该要800，我猜应该要800。如果他卖500的话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买。因为他这个大小比我之前看的那个500还要大蛮多的。然后这边有，今天有那个现切鳕鱼，这里有现切鳕鱼，这里有现切鳕鱼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桌面啦、啊，从左边开始就是金目鲈、锅鱼，然后今天有宝石鲈、石斑，然后这个是鱿鱼尾。鱿鱼尾是比那个科花鱿鱼好吃的，还有比鱿鱼翅膀好吃的。然后安格、阿根廷鱿鱼套 Q， 然后龙胆、龙虎今天都有。台北河今天有花鲳，然后章鱼脚、叉扣叉、海基姆，然后富贵鱼、黄鱼，然后淡水鱼丸，然后雪吉辣。虾仁，然后虾卷、花枝丸，今天应该是红泥螺吧？哦，对啊，大概就这样子。今天没有，今天带的东西并不多哦，今天带的东西没有很多。张右招，梅林招。你再不会当博主吧？我猜。
慧珍早，慧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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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手，慧珍右手好像两个都很差。右手机啊，刚刚有。都有。向上市场。没有。现在没有了，原来不是也有吗？没有。向上市场没有去过啊。建国市场啊。建国市场。向上市场没有去过啊。中央市场里面有人在摆，有人在喊鱼吗？大家可以。